1971年9月13日，中国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机场起飞，进入蒙古上空。根据中国空军情报部队截获的蒙古军方地面观察哨向上级报告情况的通话，对当时情况的描述是：有一个大型目标入侵，一个大型目标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坠毁。后来的查证显示，机上8男1女全部身亡，包括当时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和妻子叶群，儿子林立国。这就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913事件。各位好，欢迎收看《禁忌史话·回首文革》，我是李素。1981年1月25日，中国官方最后完成对林彪案的调查和审判，其主犯除了在坠机事件中丧生的林彪、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之外，还有前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前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前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913事件之后，中国军队有1000多名军以上的将领受到清洗和牵连，包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福州军区政委周赤平、武汉军区政委刘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等。有人说，因林彪案受到株连的人达到30万人。中国的文革中冤案无数，绝大部分已经翻案。文革大案中，除了四人帮案，就唯有林彪案没有翻案了。中国官方对林彪的指控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指控林彪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刺杀毛泽东。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唯一一次指控有人要动用解放军刺杀和推翻毛泽东，罪名非同小可。另一个指控是说林彪阴谋带领解放军的主要将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一起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这两个所谓的阴谋，就是中国官史中所说的两谋。然而，多数海外的文革研究人员和部分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人员认为，林彪案疑点重重，远非铁案。我们先说第一个阴谋，阴谋发动武装政变刺杀毛泽东。林彪案专家司马青阳说，到现在为止，包括官方，包括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提过任何一个林彪直接参与或者知道要谋害毛泽东的证据。前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被中国官方确定为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的女儿金秋博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研究林彪案多年。他说，现在拿出的一些证据，包括暗杀毛泽东啊、组织小集团啊、最后武装政变啊、包括571攻城纪要啊、这些东西，经过我大量的调查，我访问了一些当事人，包括林彪的秘书、林彪的警卫员。这些人呢我都访问过，包括一些家人我都访谈过，包括林立果这个所谓的小集团里的人我都访问过。他们都说确实是有议论。你比如说哈，在空军林立果呢召集了一些跟他在一起的一些秘书，一些人呢
谈论过，确实谈论过，但是没有行动。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他们有把这种议论变成行动的事实。但是想法是有，这个想法呢是个别人有，不是全部都有。金秋教授说，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很知情的人，就是和林立果一起，就是参加过这些会议的人。他当时呢都说，他们提出来，这些想法以后呢，我当时吓了一跳，就是这个当事人说他吓了一跳。他说我就尽量呢把这个问题的困难说得更多一点，就想把他们给吓退。而且呢，这个人后来实际上在并不知道913事件的情况下呢，就已经向中央做了报告，把他们这些的个议论呢给报告了，就是告密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林彪直接知情。金秋教授还说，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证明林彪确实要阴谋搞政变，也没有详细的直接的材料来证明林彪直接参与了谋害毛泽东。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的确，中国官方描述的几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都是没有实施的行动，官方甚至提不出林立果及其手下进行准备工作的证据，比如哪支部队多少人准备在什么时间行动等等。中国官方说林立果准备派中国空军第五军政委陈立云在杭州呢面见毛泽东的时候呢带上枪直接刺杀毛泽东。但是呢，这个被确定为林彪死党的陈立云后来呢根本没有受到起诉，而且一直坚决否认有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慈也说林立果呢是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搞不成的。在证据方面，中国对林彪集团提出的起诉书说，1971年9月7日，林彪的儿子、空军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向自己的秘密组织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1971年9月8号，林彪写给儿子林立果和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一份手令，俗称呢叫九八手令，上面写着判赵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是中国官方提出的林彪的唯一一份罪证，声称呢这是林彪发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命令。林立果呢根据这个手令组织自己的联合舰队行动起来，准备刺杀正在南方南巡的毛泽东。但是中国军方作家舒云的研究发现，这个林彪手令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份呢是从左到右横着写的，另一份呢是从上到下竖着写的。林彪案专家司马青阳说，九八手令确实是有，并且呢有好几个版本，有横着写的，有竖着写的，并且有些人看过，我也问过几个人。司马青阳说他对九八手令的真伪呢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他的结论是这个九八手令肯定不是出自林彪之手。司马青阳说，第一，林彪呢没有连续写几个不同版本的九八手令的可能性或者说必要性。他说，你想想这个具体传达的方式
和路线，对吗？林彪他如果真的这个要传达给黄永胜的话，他不需要通过别人去传达，对吧？要知道，一旦呢使用这种计划策略的话呢，实际上说你的中间人越少越好，泄密的程度呢就越来越少，对吧？因为你任何一个计划实施的话呢，知情人越少越有利于计划的实施。司马青安说，所以说呢，我更可能认为呢，这个酒吧首令呢是一种模仿的产物，就是先把它模仿了一张，觉得呢不太合适，然后又模仿了一张。但是呢，你在模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呢，因为你并没有这个原物进行对照，这样呢，你的这个写作行为习惯呢就会发生一些改变，这是人的一种实情嘛。比如说我横着写一张，竖着写一张，我看看哪张更合适。所以呢，大概这个拿这个手令的人呢，并没有在具体操作上想到这些细节，所以在给不同的人看的时候呢，他出示了不同的版本。说林彪的酒吧手令不是出自林彪之手，而是他人模仿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知情人，就是林彪的女儿林立恒，就是林豆豆。2012年，在北京民间组织的913事件40周年研讨会上，林彪的女婿张清林说林立恒呢认为那个手令绝对不是林彪的笔迹，林立恒认定那份手令是经常模仿林彪手记的林彪的儿子林立国伪造的。实际上，根据事后的调查，好几个人看到过这个所谓的酒吧手令，比如时任解放军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在被关押和审判期间呢，就说过他看到过酒吧手令，但是呢，和法庭上出示的不一样。四人帮成员、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在文革以后受审的时候呢，也说他当年呢看到的这个手令呢和法庭上出示的不一样。张春桥说，法庭出示的酒吧手令呢是竖着写的，而他记得他当年看到的是横着写的。再说那个手令本身的内容，上面呢只写着判赵立果与池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传达什么命令，要办什么都不知道，只听说周宇驰利用这个手令呢骗到了一架直升机外逃，结果呢也没有逃成，而且当时这架直升机是否是要外逃仍然存在争议。第二个阴谋，即林彪阴谋带着自己的四大金刚，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和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逃亡广州，另立中央。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晟呢，是林彪的老部下。但是中国官方拿不出这些所谓林彪集团的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直接参与这个两个阴谋的任何的证据。事后证明呢，这四个人不仅没有看到过林彪的这份政变手令，而且对林彪的出逃计划也一无所知。中国对他们的这个判决书呢，说他们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但是没有提出他们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政变的具体行动或者证据。判决书呢提到，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与此有关的唯一罪行，就是说黄永胜呢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也就是黄永胜把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四处指责林彪和黄吴叶李秋等人的话呢，告诉给当时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的妻子叶群。
判决书说，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李立国了。可是呢，连林彪的所谓首令都调动不了军队，吴法宪就能让林立国这个副师级军官指挥整个中国空军吗？判决书说，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和李作鹏自己在李作鹏回忆录中的这个说法，这个李作鹏回忆录呢是2011年由香港的北星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那他这个回忆和官方的说法就是，当时呢周恩来直接向李作鹏下了4项指示。第一，北戴河那位就指的是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注意哈，这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辖，说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就指着黄永胜，吴副总长的指示指吴法宪和你的指示才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做必要的准备。在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下的这4项指示中呢，没有一条指示或者暗示李作鹏要采取措施阻止256号专机起飞。与此同时呢，当时党内第3号人物周恩来负责处理林彪事件，尽管他已经下令阻止林彪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但是并没有下令或者要求其他人下令采取具体措施拦阻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在林彪的256号专机起飞以后呢，吴法宪提出用战斗机拦截，但是并没有得到周恩来的采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属于重大罪行的话，周恩来不是应该罪加一等吗？周恩来呢后来解释说，说林彪啊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只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呢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呢？周恩来的这番话呢听上去呢有些道理，但稍加分析呢就发现了问题了。这当时周恩来的确没有权利下令打掉林彪的飞机，但是他当时呢一直与毛泽东保持着联系，所有重大的事呢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周恩来这样说呢，显然是要把注意力呢吸引到自己身上，而不让人们去注意毛泽东做的最后决策。当时呢，周恩来的确向毛泽东报告了256号专机在空中的情况。据说呢，这据周恩来说，说毛泽东当时就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也就是说，最后决定不拦截林彪的是毛泽东。难道毛泽东是放走林彪的罪魁祸首吗？显然，把林彪256号专机飞走的罪责加到李作鹏身上并没有什么道理。而对于邱会作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判决书更是一条罪状都说不出来。913事件的最后一幕是林彪携带家人乘飞机出逃。以中国官方的说法，林彪计划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当时与中国严重敌对的苏联。然而林彪在9月11日晚上还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似乎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准备。是什么促使他同意乘飞机出逃了呢？根据中国军方作家舒云的调查，当时的广州军区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一事一无所知。而且后来被确定为林彪集团同伙的广州军区将领
都没有倒台，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晟。当然了，这个文革以后呢，丁晟由于被牵连进四人帮，而于1982年被开除党籍，后来呢按师级离休待遇养老。中国官方的另一个重要指控是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据说这是913事件以后从林立国等人经常去的空军学院一个楼里发现的手写的文件。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或者他手下的黄、吴、叶、李、邱看过、参与过或者批准过这个571工程纪要。中国异议人士陈子明2012年在913事件40周年研讨会上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和五大将，就是黄、吴、叶、李、邱了，知道和支持571工程纪要。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历史学副教授金秋说，如果说到军事政变，他当时讲过说，我们可以利用的力量充其量不过几个师，包括坦克28团、空军34师，是个专机师，还有民航。如果这个是林彪搞的政变的话，林彪只能调动这么一点点力量吗？所以在571工程纪要刚刚宣布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说，说这个简直就像童子军的计划。那怎么能够实施这样的政变计划呢？这个东西很可笑。有知情人说呢，当时连毛泽东都不相信，这是个政变计划。同时呢，大多数海外的文革学者并不认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份政变计划，而是认为这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中国已故学者和异议人士陈子明表示，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与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分歧属于路线分歧的层面，最多呢只能说是一种党内路线斗争。他说，571工程纪要的作者们已经对现行制度有所质疑。在美国的作家李杰说，林家父子扮演了荆轲，这是比荆轲更为精彩的刺秦。有人说要建议把毛主席纪念堂消掉，把尸体搬出来，我倒是觉得也不必搬了，但是要在纪念堂的这个门口立一个箭碑，箭碑上就刻上571工程纪要。把这两个的历史放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清楚了。李杰说，林彪给了毛泽东致命的一击，林彪把毛泽东话语这个神话给彻底的击破了。虽然林彪不能打倒毛泽东的权力，但是他把他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的话语给击破了。所以毛泽东在文革中受到最惨重的打击，就是来自林彪的打击。林家父子是英雄，是刺秦的英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571工程纪要当时读起来啊，真像思想解放的一道光芒一样，句句是真理。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说，经过文革的人呢，很多从当时公布的571工程纪要的中间呢，读到了一些林彪的政治纲领，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反省。林彪的那个571工程纪要对一批有独立思考的人做了一个启蒙书，原始的启蒙书的作用。历史学者金秋博士说，571工程纪要与其说是军事政变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个宣言。它是一种牢骚的积蓄，就是对文革的一些不满的发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失业，571干校就是变相劳改，中共高层政治
就是绞肉机，等等等等等等。实际上呢，是一种牢骚。关于林彪是否是按计划出逃，不管是逃亡苏联还是逃亡广州，各种说法呢相互矛盾。林彪的女儿林立恒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都说，在出逃的时候，林彪当时吃了安眠药，昏昏沉沉，是被架上汽车抬上飞机的。但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说，林彪出门的时候十分清醒，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且呢，在车上问林立国到伊尔库茨克多远。李文普呢，因此就断定他们要外逃，因此跳车，并且呢，被林立国开枪打伤了。但是当时在场的林彪女婿张清林说，他当场检验了李文普的伤口，李文普当时说是枪走火了，误伤的。而张清林认定李文普是自己开枪打伤了自己。需要说明的是，张清林当时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军医。人们说李文普是在政治形势的逼迫之下呢，为了自保而做了伪证。事后的调查和回忆发现，当时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拦截林彪的话，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天上，是完全可以拦住的。从林彪在北戴河的住处到山海关机场有接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林彪的车还没出发时，他的女儿林立恒就已经通过8341警卫部队进行了报告。如果那时要拦住林彪，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前边也说过，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曾经向周恩来建议用战斗机拦截256号专机，但是被周恩来和毛泽东否决了。林彪的256号专机在蒙古境内不进入苏联，反而回头向中国方向飞，原因何在呢？当时蒙古的代理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回忆说，飞机向苏联发出让我们进入的请求，但是苏联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这架飞机继续飞行就会被击落，所以呢，飞机当时掉头飞了。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林彪的256号专机坠毁的原因至今也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用导弹打下来的，有人说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坠毁了，还有人猜测机上发生过争斗，没有人能说清楚。沈庆仪在913事件发生时呢，担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翻译，后来呢升任参赞。他当时呢曾经亲自到256号专机坠毁现场勘察，并且照了几百张照片。他证实说，我们到了以后呢，蒙方已经把东西归类，手枪呢都堆在一起，都装在枪套里，9支手枪。蒙方说都没有开枪过，就是说没有开枪的痕迹。当时呢也在坠机现场勘察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夫也说，坠毁飞机的这个机翼下方呢有一个大洞，应该是爆炸造成的。他说呢，这张照片呢已经公布出来了，但是是不是爆炸，是什么爆炸，都没有答案。把上述种种事实和疑问加在一起，就会得出一个怪诞的结论：身经百战的元帅林彪，带领一批身经百战的将军，按照自己26岁的儿子林立果等年轻人起草，而且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的571工程纪要，全权委托林立果率领10号人的联合舰队执行刺杀毛泽东和发动武装政变的重大计划。失败之后呢，林彪糊里糊涂地逃往前苏联，不料呢在途中机毁人亡，
他的几员大将呢，则通通在北京束手就擒。这种漏洞百出的说法，有谁能接受呢？多年研究林彪案的前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就说，所有接触过林彪事件的人，不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共识，疑点太多且难于破解。林彪案专家司马青阳说，没有任何一个直接证据证明林彪是想出逃，或者林彪要出逃，或者林彪知道出逃。到现在为止，在飞机没上天之前，没有一个证据证明林彪知道出逃，或者说有一些证据，所谓的一些证据，但是呢，我认为这些证据都不那么可靠，都是一些可以说就是近似于死无对证，或者是偷听到的一些密室对话的这个类似的这个证据。我问司马青阳，起诉书里说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1971年9月10号，林彪的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用作导航用的，我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驻乌兰巴托、伊尔库斯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的机场资料，有没有这个事实呢？司马青阳说，应该说把前面的这个林彪指使那几个字去掉的话，后面是有这个事实的。也就是说，司马青阳确认周宇驰就是空军办公室这个副主任林立果的助手，的的确确去要过这些东西，但不一定是林彪指使的。司马青阳还说，他要这个材料呢，是不是为了出逃做准备呢，也缺乏直接的证据。因为要知道，当时了解这些情况呢，也可以算作是正常的战备工作。司马青阳说，周宇驰要这些材料，没有证据说他是为了出逃，你只能说他要了这些材料，他具体用这些材料做了什么，这你要拿出证据来。司马青阳还认为，关于林彪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第一个呢，林彪没有这个计划；第二个，所有广州军区的人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计划，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没有任何事实的证据来证明有这个活动发生。唯一一个能说的证据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呢，当时小舰队这些人开会，当时呢几个人想去广州，仅此而已。所有的证据就这么一点点，但也不是说这个去成立什么。还有一个情况也颇为蹊跷，256号专机的驾驶员潘景银，他出身国共内战时期的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后来呢担任空军34师，也就是专门给高级领导人准备的专机师的副政委。913事件以后呢，尽管没有得出结论说潘景银是林彪集团的成员，但是他的妻子孙祥宁却被打成反革命家属，被关押了4年。文革以后呢，经过孙祥宁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时候呢，这邓小平发话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潘景银呢，尽管没有被定为烈士，但是被确定为因公正常死亡，于是呢，家属得到失职军官的抚恤金。有人说是毛泽东逼林彪出逃，而周恩来安排在256号专机上做了手脚，或者是动用了导弹摧毁了256号专机，但是这些只是猜测和传闻，没有确凿的证据。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下令拦截林彪，或者载有林彪的256号飞机，但是林彪机毁人亡以后呢，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反应却是让人有些困惑。据时任中国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回忆，在收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有关256号专机机毁人亡的报告以后呢，他说，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
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呢，高兴地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然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季登奎对周恩来的回忆呢，却又提供了另外一个侧面。季登奎呢，在913事件发生时呢，担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他回忆说，在听到林彪击毁人亡的消息以后，周恩来和周围的人呢庆祝了一番，但是事后呢又曾经嚎啕大哭，全然不像平时极为善于克制自己的周恩来。周恩来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大哭的原因是什么。913事件看似毛林斗争的结局，实际上制造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最大的谜。1971年9月13日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的那架256号三叉戟专机，不仅带走了为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卓著战功的开国元帅、中国当时的副统帅林彪和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国，而且带走了人们赖以清楚地了解林彪案的关键证人，使913事件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Yeah.